不让进去。我还得发福啊。Thank you.
这种，比如说他是我的性格。来，前面的来，卷子快躲起来。坐这儿，好嘞。我看之前上面的。还有一个是叫叶芝麻。
气啊！一锅气。
就采用辅助方法，类似现在霸王吧，你先找一个石洞，在仓库里是挖出来的。对，咱俩这个位置已经差了有几十公分了，然后到这个位置再干什么？这个这是中华服，你这个差一点点就。对。那个红的。但这儿的话，毕竟它比其他的，我们中国温的比美的多了。来了，你就取点路上了吧。行，不要不要动，不要动一下。快来啊！加油！你不能再飞下来。可以小心一点。这一波。陈总来了，我得直播。左凳的人都有一次，叫我们看。第十七波，这是个大的，两边聊第十七波。动手梯子可。哇，好倒！胳膊都没了。眼睛也肿的快看不出来了。胳膊也掉了。反正他那个洞是朝谁的？朝谁的？你这就往往草排不出了一层层的，我帽子也快没了，差不多，嘴巴也快没了。哎呀，别聊我了，这个是赞的。你看他宣言那么多小朋友，你看他宣言你看他这小朋友就这样没事。上班了，下来快来吧，够吗？走。这样子的。来是辣，既然专门都是不知道小朋友英语去了。
啊，他在这儿，进来再说话啊。给你们照个色合影嘛，这个是但是标的树还不行，不行，能行的我这是硬车的，不行这个。